调整好，持续的冲发球。哦，有点近。拉尔森的处理啊，确实是很科学。好球，回到我们这边，电条给后三。漂亮，还是我们的机会啊！三点攻现在。漂亮，错，漂亮。前飞球，印尼这个球变化的非常及时啊。而且他有一个自己进。一般呢，这个 MVP 都是在冠军球队当中产生的，获得最佳副攻的是中国队的老将十七号简妮。这位来自东北的姑娘非常的朴实。
就是